车座意见的话，大家可以拿到自己的礼物，然后去换。可以拿自己的礼物，然后去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很穷很穷的人，他想要赚，一直想赚大钱。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是在路上捡到一只老鼠，就把它烤一烤，然后就变成一个很香的老鼠肉。然后就把老鼠肉拿去卖给一个肚子很饿很饿的人，然后他就有了钱，他就拿了钱去买了三颗高丽菜，然后他就拿那个高丽菜去菜市场摆摊，然后呢他又卖了钱，对不对？然后他就去买了，我在录影，然后我在录影，他又有钱去卖，然后他就去卖，又买，最后他就成了大富翁了。所以说，所以是要看我们的头脑。那不管我们等一下抽到什么礼物，我相信每个人大部分的头脑，我们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跟聪明才智去换到其他的礼物。谢谢我们雅婷的故事。我们接下来抽奖要抽的内容是，雅婷请公布，雅婷这次抽到可以得到什么呢？好，结束了吧？抽到的奖，我们现在公布一下被抽到得奖的人是谁，好了。好，那我们抽到的是五号李维。李维，这个大奖就是我们的暑假作业的时候第一位。耶！欢迎李维，欢迎李维。一个暑假不见。希望就是学长姐们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们，像建文啊，同届的伙伴，或者是对啊，就是学弟学妹们，像新茂啊，虽然说我们也没有不是担任干部，但是希望大家还是都可以爱吉他，一直都在练习吉他，所以希望好久不见的朋友们也可以回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在暑假的时候也会很认真的弹吉他，好不好？希望大家一辈子都很认真很认真的弹吉他。那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被抽到的人呢，可以上来再唱一首歌，如果你要唱很多首歌也可以，如果你要弹演奏曲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大家一起领大合唱也可以。色哥啊，觉得绝望，希望色哥可以是压轴。没事，觉得绝望，不要觉得绝望，因为弹吉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永远都不会觉得绝望。好，那后面还在谁？我讲一个小笑话，就是我们暑训这几天呢，我都有帮大家买早餐，然后早餐真的，然后没有吃到。然后有一个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想请问大家什么时候1+2不等于3？算错的时候。你不要那么早公布，真的假的？我想可是蛋糕蛋糕多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笑，蛮笑，真的好笑，蛮好笑。那再一个我觉得还好，没那么好笑。来，穿什么鞋子你会最快乐？不对，不对，有钱并不是一切。你穿什么鞋子你会很快乐？很快乐？不对，黑皮鞋。对，就是黑皮鞋。觉得绝望，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抽到我比较期待刘子轩拿被抽到。刘子轩说他暑假在台中练了2个月的吉他，他
每天都会去一个房间里面闭关两个小时，都在弹琴，超级无敌认真。你们等一下看他的进步好了。好，就其实我本来想要唱《寻人启事》，但是被唱掉了，所以我就唱之前练的，是蔡健雅的《思念》。绝望。好。Thank you.